我们可以按那个邀请直播。我做。等一下。咦？这边不是傻到？这是牛肉面啊，你要不要再坐后面一点点？对，你可能坐在牛肉汤上。第二个。牛肉汤。是我邀请你了吗？有。然后黄。哎，那我要怎么进去 ？ANG。有。我被邀请，可是他跳出来之后就不见了、啊。你有被邀请吗？我要邀请在他的包厢直播。嗯、啊。然后你按了之后呢？加入。哎，你按了吗？没有加入这个选项吗？对。嘿。我传送邀请。好，你传送邀请，这里按同意也可以。哪里？我可以同意吗？怎么办？直播新手，但他现在看着我们很好笑的。嗨，大家好，我们现在还在想要怎么接受。我们还在想要怎么进入直播。那曾帮你要求加入，可以吗？哦、有吗？没有啊，无法加入。哎，怎么会？嗯，先生说要不要学长教一下？来呀、啊，杨先生会哦，杨先生会哦，杨轩、欸、不行哎、欸，为什么？对啊，不行哎、欸，今天都加不进去、欸啊，为什么？哎、欸，无法加入哎、欸，你重开，要重开，你先关掉再说。我看一下现在，有我了，恭喜恭喜！哎、欸，然后这是。我关掉啦，我关掉啦，没事，你不要死啊，没事，啊这样子 ，OK， 然后我要怎么让他变？我看一下陈邦可不可以进来。有，杨轩，你我好，陈邦可以进来吗？再跟你聊，你在这样怎么盖黑的？哎，不对啊，黑的在哪里？为什么会不是黑的？有吗？有哇。哦，我这样是黑的了，把盖子了，没有，我把盖子，要把，好，我们等一下等人进来差不多，我们再开始。我要让粉丝们看到不一样角度的，零死角，无滤镜哦，对，无滤镜，对啊，我们想说我们应该不用用滤镜。耶耶什么这是综艺耶耶开心什么而且多人直播画面会糊啦啊、哦、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正式开始就会退出哦没关系等一下会退掉哎、欸、这样会有回声的样子嗯哎、欸、下面有人写杨一轩每次被骂都是对每次被骂都是有原因的他真的很常被骂不好意思那我们300的时候开始好不好？300吗？300哦。有啊，还有。我们稍微等一下，36秒。36，结果等一下就一直不能开始。对，我们就一直在这边。来，300刷起来。好好笑。Hello。Yo Cindy。要有人呼喊莉莉，到时不能开始。杨玉轩，乖，看我的小眼神，杨玉轩，很像在卖东西，叫卖。好啊，我们可以差不多。我们还没有到300，真的吗？要等吗？然后我们会不会一路一直到就全程结果都这样子？会吗？就门。35分开始好了。35分可以吗？好啊，那我们好，35分开始。我可以按截图。不是，这是滤镜。很多人加入直播会有很大的，就是现在这个状态。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掉。林轩又在吵什么？等一下，不要等了，你们开始就3000。什么意思？他很快。对啊，他说我们开始就是3000粉丝进来。吃饱了吗，杨一轩？还没吃饱，先吃饭。
哎，他这样薄板面哦，对啊，没事没事没事。好，35分咯，那你们退出，我们再来看。我们退出咯。我们你开。哎，可以退出吗？我可以。可以。然后我们就是拿这个看直播是吗？可以，你们看看看留言。哦，为什么你还在？为什么我还在？你有退出吗？我退出啦。哦，退出了，有。好难。为什么会这样？关起来。我们两个真是偏笨。嗯。直播菜鸟。有了，耶！直播菜鸟，直播菜鸟终于成功了。Hello， 大家好。Hello。延迟哦，十个。哦，会延迟是不是？啊，对，太久没说。Bonjour。我刚刚有法国的朋友，耶、yeah! ！什么直播开始清会到3000？哇！你们真的是不敢相信。对、啊，要看就3000，这么容易啊？对啊，那第一集好像就要破3000了。对啊，第一次能免申诉，完了，他们是呆萌版直播，没有啊？我们看起来很笨吗？嗯 ，OK 啦。那大家看完首映有什么？映前就200多，之后300啊。你是什么感想？老板今天很嗨，对，老板今天心情好，就这样。老板今天就这样。别忘了今天是上班日。对啊，我们今天有试营运。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今天有来古宅举手的 VIP 们，举手，挥手，挥手。打个那个手手那个、啊，好，手手刷一排。今天有来古宅看首映试映会，不是首映会的朋友们，手手挥起来。手手挥起，举手，有。哎 ，Hello， 哇，开心哎，看到大家。直播看不到片花，下礼拜。哦，来这边下礼拜就会看到片花了。我相信今天有看到片花的人，应该都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呜、哦、这样子。对啊，嗨，哇，好多人举手，大家都有来。有，我看到你们。无法去的刷什么？无法去的没关系，之后再来。对，之后再来。嗯，有在线上看的也很棒啊。谢谢你们。JT 也举手了、欸。对 ，JT。JT。看完片花超想哭，我看他哭哎、欸，对我们那一个 moment，、嗯、我们两个都有一点点很累。老板们 ，CP 名要开投票吗？来，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CP 名今天就会告诉大家，你们就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分量在了。太可惜，是马来西亚的《轩与爱的小手》喜欢吗？我还没使用，抱歉。我也看到泛泪，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把保留席位看到明年的话，应该会很心疼很多事情。嗯，哇，那是巴西的国旗，对不对？对，巴西的 Brazil。巴西的朋友有，哇哦！我们本来没有放，哎、欸，不，我这句话真讲就不对了，我怎么赶快让要安抚大家，安抚大家，来交给老板。啊，是哪里？你们在讲哪里？什么东西？没有，上面过了。应该说，一直以来都一直叫大家粉丝，其实好像太容易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了。那我觉得，喜欢保留席位的要有一个自己的名字。那我还有美国的朋友，泰文还有泰国的朋友 ，Thailand， 香港，泰国播哦，泰国会播、哦。Hello， 泰国的朋友，香港也有。有今天有一个特别来从香港过来的，对，香港的很感动，谢谢你们。我觉得今天只要有亲身来的粉丝，我们真的都特别感谢，因为今天是礼拜四。嗯，然后有的人可能要上课，我刚刚听到一个很扯的是，他三点还是不知道几分要考试，三点考试，然后2:20才离开这里，对，因为他要赶回去考试，想说看看能不能等到我们粉丝名要
他叫什么呢？小骨溜吗？咦、oh. 我们留到最后跟大家讲好不好？好啊好啊，我们今天手上有很多这个。你们画面糊吗？没有，有点糊哦。你们画面有人糊吗？我们目前 OK 哦，好像大家都还可以。嗯，哦对，而且今天外面还有下雨，然后还有很多人在外面排队，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很开心能见到大家。没错，请假去，哎呦，请假来，我真的是好。我们来看看小卡吧，我们今天收到，对，我们在首映会有让大家留言。然后收到了好多好多的，真的，我很双面的，大家的小留言，对啊，每个人都在看，很可爱，可爱。先看这边的，好的，我们先来慢慢的回答大家，好了 ，Hello， 保留席位终于要播出了，老板和小作家可以小小透露一下自己最喜欢哪幕吗？或者是分享最近令你感到幸福的事 ，VIP only 爱心。嗯，透露我一下。他有写桌号哎，为什么他的桌号是418？这是什么？小？你的生日吗？小。哎，418朋友，418朋友。哎，三生换人哦。四生，418。没有啦，418。我们真认真回答了问题，认真回答问题。他说我们最喜欢哪幕？最喜欢哪幕？老板你要先说吗？其实每一幕都很喜欢。这就关枪咯。没有，是真的啊，就是每一幕都有导演他设计的用意。嗯，我相信今天有看到片花的朋友一定会觉得我们的画面真的非常好看。对，所以其实就是大家真的不能错透过每一次保留协会播出，你只要一集没看到，你眨个眼，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聊剧情里面的内容，因为它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有够严重，真的真的吓烂。没有啦，我自己的话，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在水族馆拍的东西，因为今天片花你们也有看到水族馆的那一场，真的是美到不能再美，而且鱼都有帮我们表达我们的情绪，嗯。鱼，我想鱼是里面的角色，是谁？是谁？是谁角色？是啊，好，那这个，而且鱼的动向也代表你的心意哦。看完整版哦，还有一个分享最近令你感到幸福的事，就是跟大家见面啊。真的，我们期待很久。嗯，我们从以前宣传，然后我们其实两个人对于特映跟首映，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期待。然后看到很多粉丝朋友一直说，哦，他要来我们的首映，特映会见，首映会见，真的很开心，真的真的。好了，鱼见证了什么？哈哈哈哈哈！鱼见证什么？看下去就知道了。见证了什么？见证了下一个爱情。对啊，但是更多的鱼要薪水，鱼要薪水，但是他已经够多水了。超搞笑！喂，超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好，这边还有一个，哇，那这个三个都满星哎。对，没有没有，因为我们今天让大家，我们让大家点餐，然后他三个他都点了。哦。那他的原因是写我食量大，可以多来一份。拜阿婷，阿婷，阿婷，对阿婷。阿婷没关系，我食量也很大，所以我也都吃。对，我们就是看保留、就是、能吃就是福好不好，对啊，就是多吃东西啦，真的。对啊，嗯，好。这后面还有吗？没了，感恩的过的。问这个。谢谢你们在冷冷的冬天带给大家一点小温暖，辛苦了。然后好多颗星。P.S. 可以为对方录一段早安闹钟吗？狐狸小杰，因为他是 JIE、哦、小杰，我们为对方录一段早安闹钟。可是我们要对镜头录的闹钟，镜头就对钟。那你要怎么叫我起床？你说，起床喽，吃面喽，再不吃面就凉了。哦。讲哎、欸，哦，雨清哦，我看到雨清了，哇，我看到雨清了，我看到雨清跟我 say hello，
那我要讲什么？吴老板，我饿了，赶快起来煮面给我吃。鸡碎，鸡碎，不准更熟。起床，睡更熟。吃面，睡更熟。不行啦，这样我没有起床的动力、啊。那起床，你要给我一个动力吗？要给你一个动力起床。就直接把你拉起来就好了，粗暴。对啊，吵什么吵？哎、欸，我们在这边会不会分享说，原来他们私底下是这样子的？有力是这样。对，有力是这样的，吵什么吵？给我起来，我就是饿了，所以才好像是我哎、欸，是我本人哎、欸，我可能就是饿了就会气。所以他才是那个幕后大老板，你懂吗、啊？幕后大老板在这边。然后换下一个，期待首播。要一直甜甜蜜蜜，想看古老板撒娇一下，两颗爱心。古老板撒娇，我也好想看哦。古老板，那我要撒娇什么？我要，你对他撒，对刘丽撒娇啊。好。他生气，他现在生气，你对他撒娇，要让他消气。你好烂，好难，好难生气。生气是？生气。小丽丽。结束了，我还没开始、欸。不好意思，我没开始、欸。这一颗卡，我们再一个。哼。怎么了？撒娇，要你撒娇，撒娇啦。好了，不要生气。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颤抖，换紧张了。考虑看看，考虑看看，考虑看看，考虑看看。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好了好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了好了。这样有给过吗？这样有给过吗？有吧。网友我说的老板要叫哥哥不要生气。哥哥，哎、欸，真的好像没有看过你叫我哥，虽然我对现实中我年纪比他大。哥哥，不要生气。叫弟弟哥哥哦。弟弟哥，不小心自己都呕吐。太多叠字了吧？弟弟哥哥进来就撒汤。好啦、嗯，可是他刚刚的那个真的是。真的要叫哥哥哎、欸，好了，那再一次吧。哦，就是啊，那个情境就是你起床了，饿了要吃面了，然后不起床，然后你生气了。哦，小姐，这个气比较强一点。所以我在睡觉。你刚刚不是在睡觉？你不是在不起来煮饭给他吃？老板，饿了啦，我要吃东西。让我睡一下，赶快起来！昨天煮牛肉煮很晚，不干我的事。我现在就是饿了，我要吃东西，不然我真的要把这边炸了！嘣！这是什么了？起床！我真的是暴力的那种。起床！啊，那真急了！废话，饿死了！都几点了？现在几点？六点四十八分，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到，我要饿死了，然后我还要直播，哦、直播给大家看。弟弟哥哥，不要生气好不好？哥哥，好了，他快受不了了，快受不了了。开心，好热哦，好热啊！其实剧里面有一句台词，里面有一个哥哥，你要他要叫我哥哥，这个不能，然后他那时候就在跟导演，对，就是在那个我们在读本的时候，就想说，导演，我讲不出，对，我真的没有办法呀。对，我不知道我怎么突然对古老板讲出这两个字，但就是，好，下一个。那换啊，换你对他撒娇，你叫他哥哥啊。呀呀，我们留着，没有，我们只要留一些悬念，我们等到。播出哥哥的那一集，我承诺大家，我来撒娇叫古晋哥哥。一直你说从头到尾都是叫哥哥，我那天的 keyword 就是哥哥。你看他表情。好，大家见证人哦。嗯。好，下一个。好，几嘞？这个是念过的。哎、欸，哦，对吗？我不知道。哎，这是什么？哦，对，是这个。这个，他后面的。哦，念过了，哈哈。评价一二三四五，五颗星，
永远支持你们的美味关系by边缘人，谢谢边缘人，好可爱哦，边缘人，好可爱。哦，这个人问得很好，他说怎么泡流利，水温多少合适？哈哈，怎么泡流利哦？哈哈，我就只有一个答案。什么？这是什么？没有。我手掌心的温度。大家没有 get 到吗？有人有 get 到吧？来，我们等一下留言，搞不好有人有 get 到。是没有。他要从一度猜到一百度，真是。五，这样。对他想说五，一定有十吗？五十，相信。一定有懂我。温水煮流利，笑死他把我内心话讲出来。有没有回答的很好？哎，三十八度有没有？三十八度发烧了啦。是不是？啊，只有叫城邦的可以。好。流利的哈，温水煮青蛙，完全没有，没有人 get， 没有人 get 到吗？什么？所以你想表达的是说，就是手掌心的温度，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像我会摸着你的头啊，嗯，拍拍你啊，然后牵着你的手啊，就能泡到它，嗯，对不对？好，蛮满意的，一百零五度都熟了啦，都熟了。哎，这个，这个，不错。哎，好多人都没有 get 到老板，没有 get 到，没关系，大家现在还在直角九十度，慢慢，慢慢，直角九十度。现在是，你要说你手心的温度，那你就握他的手，然后这样才会温暖到，不然你拿一个五吧，你想说五？五，哎，有人说比毛毛的笑话还难懂，成年笑话王，成年笑话王，比妈最难懂。好笑，多直播几次就知道了，真的跟毛毛。就是要有一点发烧感，所以38度。哦，哇，合理耶。哇，你这个厉害，这个厉害。那个行，我们行销有缺人吗？不好意思，这边 cue 上那个行销。先投履历来。对对，先投履历过来。你讲的很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兔尽力 CP 在还没开播前，你们就已经带来满满的甜蜜和幸福。无论之后遇到什么困难，也要紧紧牵着旁边的人的手，无畏的走下去。我为什么有点哽咽？要一直甜蜜幸福哦。嗯，哎，欸，蛮暖的，哦，其实这句话蛮暖的。谢谢你。对啊，是因为从开拍到现在，就是一直都是我们这样子慢慢的牵着手走过来，其实很感人。然后现在有你们陪我们喽。对啊，谢谢大家，很赞哎，很有温度的。大家还在算一题，毛毛输了。学长比我学长的代码还难懂。还有人说城邦是毛毛跟逸轩的合体，不是好的吗？很棒，是好的，是不是？其实一开始是好的吗？不知道。你们笑得很开心。嗯，真的难说，因为我是有在看直播的人，所以。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有在看啊，我有在看啊。对啊，我都有在跟直播，所以我觉得好来不好的。不错啦，不错。另外一种是不一样的城邦。对啊，是好的吗？怎么有点？你确定是好的吗？他们当然是好的啊。很多人发现老板不受控，欸，真的，哇，绑不住了，绑不住了，这样。好，我们来下一个。哇，这个可爱。爱的鼓励，鼓励小鼓溜，小鼓溜，哦，欸，我们有因为今天在那个首映会后面，我们有跟现场的朋友玩了一个爱的鼓励，我们在想是不是爱的鼓励可以成为我们的那个应援哦，应援哦，对，然后因为大家又很爱叫我们鼓溜，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譬如说下次有实体见面会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说爱的鼓励，然后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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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溜，太可爱了，这个那个 VBL 的那个，我们送礼物，哇哇，没错，
错，好，送礼送下去，送礼物。再认真的，再一次是不是？好，我们来来来，我们要开始了，示范带。好 ，OK， 好。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嘛，是吗？对对，等一下我们要拍示范带，我们要好，我们拍。哇，来了好突然哦，怎么就这么随便就决定了？没有，这没有很随便、哦。是吗？啊、哦，好。想了一天了吗？好好好，我们的应援，今天开始大家。在现实动态，然后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take VBL 还有我们两个的 IG 之后，他们就都会送吗？还是说我们超级都会送？对，都会送啊，送都会送什么？我们送五个好了，五个最厉害的五个，最厉害的五个，神秘小礼物，神秘小礼物，多神秘哇！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够神秘了。好，那这个爱的鼓励要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五六七八。鼓励，尺度好大。哎、欸，你看鼓励完了之后，他们有一个 pose 的动作吗？对，不能定 pose，、oh, 你要有定格的 pose 的动作。啊，那这样鼓励完了之后要看到彼此。可是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做，他看谁？对啊，不是对，而且如果我们到时候见面会，大家就是他找来一点，我们两个要给他一个 ending pose， ending pose， 我们需要。那就这鼓励，这是这样睡觉吗？这样子要放在、啊、你说直接睡水。好、嗯啊，准备好没？要怎么 ending pose？ 你们讨论一下吧，一下。哦哦哦！好好好，我往后一点，我往后一点，大家就看得到完整动作。好，再一次哦，再来，刚刚是失败版，我们现在来一个正确版。正确版，你们要录的是现在这个版本哦。好，我们往后一点点。哦、对对对对对。五六七八。鼓励，哎，我觉得不错，我觉得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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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鼓励，单身汪，太好笑了，好好好，很不错，记得哦，从今天开始，大家在 IG 的现实动态上挑战这个爱的鼓励，然后朋友看到应该对粉丝粉丝，好忙碌，什么的，对，就做这个。好，不错不错。这个这个是笑话是不是？不是，这是土味情话。那好、哦，给你念，给你念，给你念。你知道内线是什么做的吗？大家？什么的内线？水饺内线。哦，对，因为我们戏里面有包水饺。答案是，我为你量身定做。哦哦哦哦哦吓到哎、欸、一整个吓到，大家有猜到吗？球可以码掉，大家还在上一题，会比较慢一点、oh. 好会 delay、okay. 大家可以球把脸码掉，他们可以拍照哦、oh, 好，我们的那个古宅股东说大家可以拍这边以下就好，没关系，就你想露脸就露脸，不然啊你自己把我们的脸 key 上去你贴我们两个的脸上去好了，好高端，好高端哦 ！Baby 又要会跳舞，又要会那个做这个爱的鼓励。等我为了你们，我没有羞耻。哎呦，哎呦，哇！就是等你这句，真的。谢谢。耳朵又红了，对，因为我刚刚有吓到。吓到！哎，他这样突然对着你的时候，你会心跳加速？我刚是真的吓到啊，然后就，哎、欸，你看，古老板一个，对啊，会啊，对吧？知道，知道，哇，这给你的。他说：“嗨，玄宇城邦，很开心 VBL 宇宙来到第三步，慢慢陪你们走来，看着你们的成长，真的很感动。”我们中应健还有陈轩宇，你很棒，多相信自己一点，棒哦，棒哦，嗯、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然后对，反正我们一定还会有很多可以见面的时候，嗯，然后你们就多敲碗。然后我在这边也呼吁所有行销朋友们、行销的伙伴们，你们呢？一二三四五，哇，一二三四五，还有大，还有股债股东。就是我们要多一点跟大家见面的时间，然后中印也会跟大家见到面，所以大家记得来。
没错，没错。最终回应。好。嗯，啊，好热哦！你们有开冷气吗？有啊，有啊，很强的，十八度哎。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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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而且我们在见面会那时候就已经喊了日本，然后南台南好像有台南，嗯，台中啊，啊，台中，台中，台中，台南。哎，你的时候不知道晚敲破几个了。哎，助教加入，哎，我看到了。啊，助教加入。南部，南部，我刚刚助教账号。嗨，助教。嗨。抱歉了，助教。抱歉，就是不是要说抱歉的是他吧？没有，我刚抱歉。跟你们说啊，爱情要自己去争取了。哇！五阿北今天开始了。五阿北这样好。助教盯着，助教盯着，熟熟熟熟。刚刚有看到澳洲，哎，哇，澳洲真的是澳洲，嗯，香港 HK， 台中，然后刚刚好像有看到花莲，花莲哦，哇，很不错哎，乔姐，还是其实我们是可以环岛这样选的，哦，也很不错哦。对啊，就是大家敲完，然后我们尽力做到，尽力，尽我们尽力，对 VBL 所有力量去完成大家的愿望，算尽力啦，尽力，尽力，尽力。OK， 所以剩下的，因为我们好像时间有限嘛，还是我们可以再多看吗？可以再看个几个。好啊，那我们再挑挑看。那我来那个洗牌抽，五，直接抽牌。哎，这个为什么刚刚看过了？都是刚刚有罗马尼亚的，对，罗马尼亚的粉丝打招呼。哦，又有一个中英键。罗马尼亚的粉丝们好，祝保留席位大火，两位事业顺利，天天开心。中英键，他的内用座号是88号，八八。哦，对，我们古宅是连锁大企业，我们刚刚有418嘛，总共大概不知道几百个位置。1314520。有人的座号是1314520。哇，可爱哦，很可爱。许愿互相磨鼻子，然后他很好笑，他说括号首映会有了。没关系，再磨一次，再磨一次，磨啊，虽然我鼻子已经没有妆了。但这几天应该看我们磨鼻子。好突然，他们吓了，没有心理准备。不是就是要这样吗？对啊，就突然间啊，真是可爱。有人边加班边看我们直播，欸，老板会生气吧？老板有生气吗？不是，我不是说这个老板，我说他的老板应该会生气吧？哦，这个不错。尽力常常一起出去玩，印象最深刻或最喜欢的地方。地方这个什么？香菇？蘑菇？哦，蘑菇。还是它是一个房子？他是姑姑宝贝，姑姑哦，好可爱，姑姑宝贝。哦，这是他会不会太辛苦？最深刻，你有什么最深刻的地方吗？最深刻，我深刻的可多了，爬山吧。对，我刚刚已经爬山啊，就爬山啊，真的是累到不行。但是就是希望。还是会啦，如果有机会，还是会想要跟陈邦一起去别的。嗯，话外音刚说什么？我耳朵坏掉了。就是不会，不，你说什么？不会是百越，就是我们去别的比较简单的山。哦，我们先从简单好不好？简单，再看看，再看看，枕头山，枕头山可以的。我们可以哪一天直播是一直就是睡觉，睡播，对，一路睡播，大家自己看，说不定要破千，有人叫你去攀岩，哇，徐宇应该，哦，你要攀岩，哇，来，不好意思，粉丝帮我截这一块，然后写眼神死。
你会有很多梗图，你小心。啊、相信这碗面能给你们非常棒的勇气，也很期待这部戏的诞生。嗯，谢谢。好、啊，六星好评，哦，他给到六星哎、欸。哦，抓到这个粉丝，今天只在学校上了两节课，就从基隆杀来台北看二位，祝两位要幸福。真的是会不会我们被我要生气也不行，不生气就是他来我很感动，可是又很想生气的说，真的是不要啦，大家就是还是乖乖的先上课上班，有多的余裕来找我们，我们都会很开心。你们汤，爱你们，城邦玄宇。哦，这个也是很喜欢我们的粉丝，他说。请尽力一起比脸颊爱心做我的配菜吧，爱孙呢？好、哦、，PS 请阿是阿公吗？阿公在吗？现在在直播。脸颊爱心，对吧？对，配菜。我们就停五秒钟好了，还是我们停一分钟？嗯、这一段手机会拿出来摇一摇，对，这一段就是安静到不行，帮对方比，啊，帮对方比，这样我们手偏残。嗯，好，这样，那我这样子有吗？这个姿势不容易，我们。看一下，像我们小编们，小编们也在拍。嗯，谢谢。哎、欸，瓦吉也来了、欸，瓦吉还截图了。哦，伟哲还截你的图。忙内。弟，等下再传给我。对，弟，等下传给我。可以跟我说一声。他会收取一些费用的。不好意思，再回到刚刚那一张图，也真是啊。是一个会赚钱的人。对啊。而且他真的每一部都会来拍花絮，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一部他也有来拍花絮，而且他是有一些那个侧拍图是他拍的，对，他拍完还要传给我们，有，很认真。好啦，那个找行销要不要什么发票开行发开给行销，好，这个我刚念过了，嗯，这边没有。那你挑，我来补，你挑，我来看大家说什么。瓦吉真的要贯穿四季，对啊。小编要放出照片哦，你们刚刚不是应该自己截图吗？没有，他说瓦吉帮你们拍的啦。会，所以到时候还要标注说瓦吉，这是一个相机吗？对，掰瓦吉。什么时候出 vlog？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对，你们 vlog 要自己剪吗？十月城邦剪，九月是我剪，八月我剪，对，目前都是我们剪，但我们这一次新的 vlog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把规格拉到这么高，哇，哇哦！变成一个剪辑公司。对，我们已经。瓦吉说他的侧拍图也是采付费收。那个弟弟，不好意思，删掉。删掉，那个删掉，没关系，没关系，删掉，气数。期待40分钟，我不知道这是我40分钟，多高？嗯。哇，很赞哎！我看完了。看完了。嗯。好哎。我看完了。哎，40分钟是你跟彩虹文化节，其实有啦，就是我们的那个 Q&A， 其实我们整个拍完是50几分钟，他剪的，他又回去听，回去，因为 IG 只能放15分钟，然后所以就变成我们只能放30，然后又有一些问题，就都他去选择说这个问题要不要收入，所以其实我讲的40分钟是这一个 Q&A 的影片，对，但下一次。是 vlog 实际，我们就比较不清楚，对，不知道会剪多久。
对，但就是我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么我不记得。就 OK。他的小碗整理好。小强迫症，强迫症，小强迫症。我们要公布那个吗？粉丝名吗？粉丝名，既然刚刚都已经是古溜，但是因为别部戏都是三个字，所以我们决定赋予这个比较可爱一点点的。我们刚刚也有粉丝自称这个东西啊，就是小我们就决定叫怎么了？红百折Vlog 有客串。部分有的话会收费吗？你眼里都是钱钱钱的、啊、哦，真是的。因为刚刚有人说僵持打工太辛苦了。哦，蛮暖的啦，蛮暖的。要来分担一点点。好，哎，我们是不是有时间可以找就是前两部的 CP 一起出去玩？妈、oh. 妈，我有讲妈，我没有说，我没有说，哇，我说妈，就是看看看大家时间喽。好，我们下去忠孝新忠孝东路上玩大海，你们在说大海？没有，那不是打赌。我们上次在这边已经喊过了、啊，那个是你们自己下的。那再来啊，再赌啊，要赌什么？要赌什么？我想成人式的爱情就这样，要赌什么来啊？怕什么？要读什么？是爱情的赌注。你们这个小朋友，有小朋友，然后还有什么？出场的。瓦吉说出场费麻烦一下哦。没有发票，请开到 V 的哦。分手。发票是跟江子晴。对呀、啊。江子晴是我们公司，是我们公司。好。刚刚金姐姐说我们请江子，我们公司。分手，发票开 V 的。你们一起出去玩团众，团众可以一起上团众哦哟，这个不错哦。团众，我们看一下那个古宅股东，我们先看一下股东。股东在家，股东下线，股东刚下线。V 八一起来日本，哦，我好想去哦，他们前两部我去。对啊，我真是为这件事情小小难过大概一秒钟。哎、欸，日方有在线上，我们刚刚看到，刚刚跟他呼吁一下。是罗斯姐姐吗？不是罗斯啊，那个玫瑰姐姐，玫瑰姐姐。完了，完了，姐姐是玫瑰姐姐吗？玫瑰姐姐，我们也好想去日本。要这样。会啊，单边扎眼。那个双边，双边要去日本表演这个吗？没有那个，刚刚有人讲，反正喊很久了哦。好，我们播出从七月七号到现在也没几个月，对啊。哇，都呛大家，古装好呛哦。大家先锁定完四部 VBL， 行 ，OK。他一直在 focus 做挑眉，没有啊，我在啊、哦，我看到了，可以挑眉，在回答，双边我也可以。对，等下太多支线了，我们好多事情要忙哦，所以我们要分配。而且我们一直忘记，我们其实是要来公布粉丝、哦。对对，不好意思，没有。到底对粉丝讲出大家的心声到底？哎、欸，这个很难哎、欸。他说什么？哎、欸，这个。挑眉加单边扎眼，我都不信这有多少人来试一下。但是要先借我。等下，我就会截到很丑的。你们掉入陷阱了。你们真的很坏。笑鼠。真的，全部的人都笑鼠，我也笑鼠。好了，我们来公布了，我们来公布认证。我们的粉丝名称就决定叫做小古溜。小古溜一排打起来！耶、yeah, ，小古溜，你是小古溜的，请打小古溜，小古溜，小古溜，小古溜刷起来！我也来刷，刷个小古溜，小古溜，刷古小古溜。嗯，先生，你是哪个溜啊？对啊，要不要规定一下哪个部哪个溜啊？证明一下。哦，古是古晋的古，小古溜。哎、欸，大家打第一个这个可以啊，就是。一个口，一个古晋的古，然后溜是那个水部溜，小古溜，
小咕溜，小咕溜，对，接下来大家都打得很好，小咕溜，小咕溜，好棒，小咕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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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请帮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古宅定位系统跟大家证明这件事情一下，因为我怕有些人还没有看到直播。小咕溜，小咕溜，小咕溜，小咕溜。我们会不会在这边小咕溜？小咕溜。那你们录一下，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咕溜。哦，对，加上小，加上打招呼完再登登登登登。我们等一下让你播上去。对，帮你把应援剪上去。好。嗯，我们看哪一集？先打招呼。哎，你看。先看。你看我好了。好，好，开始了吗？好，开始。Hello， 大家好。等一下，好，没看先打招呼。我先打招呼。招呼 OK， 你看是准备要拍了吗？好，那我们三二一，三二一。Hello， 我们。要不？哎 ，Hello， 我们是小咕噜。哦，直接 Hello， 我们是小咕噜。好，好。Hello， 我们是小咕噜，然后是爱的鼓励。三二一 ，Hello， 我们是小咕溜，爱的咕溜，咕溜，哦，很可爱，可以，可以，很可爱，不懂很难，太好笑了，好可爱，默契呢，默契呢，哎呦，可是我们前几天有录一个默契考验，我们拿了很高哦，我们分数高分下。下烂的高，今天有日文的小咕溜的那个，哇哇哇哇，有日文的日文名字哎，哇哦，是玫瑰姐姐，玫瑰姐姐，她帮你翻了，玫瑰姐姐，玫瑰姐姐，我们是小咕溜，玫瑰姐姐，你也是小咕溜，赶快用你的男人魅力去跟玫瑰姐姐讲说，不行，我不能再对其他人。算你赢了，伤痕。哎，股东第一次被打败、欸，我第一次看股东被打败。想好粉丝名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哇，吉真的很可爱耶、欸。吉是主持人。对啊。你要来找我们玩。他等下要给你收出场主持费。杨宇轩，现在立马 Q 杨宇轩自己来把他带走。杨宇轩带走他。带走，带走他。好，但这个宣誓主权，爱了，爱了。京剧连发。OK， 所以我们今天看了我们首映会的留言，然后也已经告诉大家我们的粉丝名，然后也告诉大家我们的应援方式。嗯，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不好意思，各位，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下礼拜要。准时收看哦， oh, 对啊，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说就是台湾的部分吗？还是说国际的部分？哇，考试、嗯、我们真的没写，对，这上面没有写。反正我的 IT 嘛，来，我来考一下。下个礼拜11月24日起，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记得看BBL series。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加入会员，你之后就可以看到 CP 陪你看，然后还有更多的幕后花絮。那台湾的话还有 KKTV， 海外的部分呢有嘎嘎乌拉拉，然后 Rakuten TV， 然后 Video Market， 然后还有还有 Vicky， 然后还有什么 Vicky， 目前就这些，还有这你们新增的韩国。泰国是你们新增的哦，泰国是我们新增的哦。泰国 VIU， 我们没有作弊，我们上面有写泰国，我们等下要录一个泰国的东西给泰国，所以有泰国 VIU View 哦 View 泰国的 View， 然后香港 MyTV Super。MyTV Super， 这个也是最近新增的。这是就是把对啊， wow. 嘿，我们最近新增的，我们才记不起来，前面我们滚瓜烂熟。好笑。对吧？韩国要等一下，但是韩国我们第一部、第二部的部分已经上，可以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大家可以先看前面的《免疫屏蔽》跟《绝对暂停》。对。然后看《绝对暂停》，才能看到古老板先出来。哦，对啊，超帅的。那一幕真的是
电死一堆人，而且韩国都是全剧 都上了，所以大家不用再等，说、嗯、一集一集直接全部 一次十集看到爆，看到没有？爆爆爆，就跟刚刚一样，爆牛肉面一样爆蹦。Heavenly 平台，平台叫 Heavenly，Heavenly 平台，韩国的 Heavenly。记得下周是一、二集一起播哦，对对对，下周是免费看哦。下一个礼拜11月24日是免费的一、二集一起看，所以大家一、二集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其实一、二集看蛮多的，其实一、二集看蛮多的，一、二集你们对，其实一、二集看蛮多的，嗯，好吃，吓到，对，一、二集有经纪人哎。其实大家应该会发现，我们里面有很多熟面孔，就是客人啊、游客啊，就是。很可爱。瓦吉问说：“古老板他想吃牛肉面，要收费吗？”废话。对啊，他跟你们收那么多费。对啊，对啊，什么意思？你把照片先免费送给我们，那吃牛肉面再说了。韩文版的小古流，有人提供韩文版的小古流的名称。好，谢谢。好妹姐姐哦，不是，好妹姐姐是逸轩的经纪人。还没播就这么好看，真的受不了。那我们要来抽奖好不好？抽奖，我们要抽什么？我们送那个特映会限定的那个小礼物。特映会限定小礼物哦，是我们那时候有拍的拍立得吗？对。然后还有一个透卡，这样一组，我们抽三组。要给大家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吗？在这。但我要把我们的拍立得先。这样子打码，对，打码，打码，打码，大家努力的抽到才可以来这样一组，对不对？对，然后等一下会签名、嗯、哦，打码、欸。好多粉丝就是那个各国语言的小姑娘都出来了，还有好多可以整理一下，哇 哇，越南。是不是还有越南朋友们？对，那个是什么啊？Bombia 是什么？哎、欸，对，银行不是 Vietnam， 我也不知道，哎、欸，是 Vietnam。越南对啊，对啊，越是越南吧？是哪一个？是还有巴西。巴西，这个是巴西。那请看哪一个有才的小姑姑帮忙整理一下，到底谢谢各国语言的各国语言小古宅需要文书，古宅文书啊，古宅美编之类的，帮我们就是想一下国际组，国际组，国际组，毕竟我们知道要进军国际，在国际开分店，口气真大。那大家写说他们想要，超级想要，拍立得想要。你要不要想一个题目，还是想一个要大家回什么之类的？回什么？要回什么？那就用他们自己会的语言，小姑娘吧。中文也可以啊，就回小姑娘这样。还是我们再抽卡一次，大家我们的首播时间。哦、oh, ，好好好，好刷起来。好，从这一刻开始。请打上我们首播时间是几月几号？几点要吗？几点不用，就几月几号就好。好嘞，开始喽。然后等一下，那我们抽还是说看你们就看我们抽，你们抽一下试试。好、，W X E S， 他最快，他第一个。念一下。W X E S 753951。好快。是直接连续就对，可以啊。我们是用抽的，你们可以抽，就是随意抽。你们还有两个名额，哦，只有三份哦。对，只有三份哦。你们已经抽掉一个了。好，那我抽，他有打出每晚八点呢、欸。S S 几个 S？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S U K K K I。虽然没有说打出几点，但他有吸引到我。他那个是他的英文是 Suki， Suki 被你想到哦，没有 Suki 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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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IN 点 LU 底线。好，我们的小编会再去联系各位。恭喜！耶、yeah ！没有抽到也不要灰心，就是哇，还有意大利的朋友们。是哦，哦，真的，嗨，意大利，
好，就是没有抽到的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让大家跟我们互动抽奖，然后就是反正我们就等之后的活动吧。灰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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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难过难过，不要难过。对，我们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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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播呢。我们还没播呢，后面对啊，我们还没播，啊、今天只是印钱，大家知道吧？没抽到不会灰心，只会哭哭，不要的，没什么，不要哭，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送给大家，多的是机会，可以让大家截那个，就是哦对啊，截图给大家，大家自己把它印下来，然后去装成那个这个是对，所以你要我们把刚码掉的脸，就是再把它封。就是解封还解封吗？好啦，就是毕竟今天股东开心，我们就让大家看一下哦，不一样的照片呢。我现在才发现我们的拍立得是不同的照片。你们有三种色。三种对。那我们就给大家看这一张好不好？这个吗？对啊。哎、欸，那你们复刻那个？对啊，你们复刻。复刻，然后让大家截图。这样呢，就今天刚好剪、直播结束前的截图、就是。我看一下，对一下，对一下，对一下。我们要转给粉丝他们看吗？有吗？有吗？有吗？来喽，复刻版，等等等等等等。哦，这样，他是刚刚脚是这样。啊、哦。好还原，好还原。他自己截图哦。好，下江了，谢谢。有粉丝说今天首映会很多人很早就来排队。我知道，对哦，今天早上好像八点多就有收到粉丝的 tag 说他们已经到了，真的辛苦大家，也谢谢大家在雨中然后来支持我们。幸好今天的天气暖暖的，就跟华都西位一样，但接下来好像天气会变冷，大家记得要做好保暖哦，不要感冒。没错。没错，没错。帮帮是否要睡着？起床？没有啊，我刚刚起床。我们要睡着。片头曲好好听，嗯，里面的每个音乐都很好听，嗯，而且有一首我跟陈邦都很喜欢，很喜欢，之后在戏里面也会播出，嗯，就是大家可以去听。没错。你以后可以唱给我们听吗？哇！是在定格。哎哎，刚讯号是不好，调一下。你以后可以唱给我定格。哈啊哎哎，什么意思？刚有人讲话吗？股东好哀怨，股东好卑微，都不说。你们还在播出哦？我们还在播出，我们真是很快被 AI 换脸。我们这次可能会被 AI 换脸踢掉。你们下个礼拜看到的刘力跟古俊是不同的。还有一个礼拜可以找人。对，好啦，就是唱歌的部分，我们之后有机会，如果有见面会的话，我们看看。啊，大家，我不知道音源什么时候会出，就是这个歌曲的音源。但我觉得我自己都听过了所有的歌曲，我觉得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们很早就有听到，我自己手机里面也有那个档案，我就觉得我很常开车的时候会拿来听，我好喜欢。马上就有了，哇、wow ！听起来，这个反差蛮大的，你看我喜欢。然后一个也真是，你们的速度真的是太可爱，好快，好快，好快，好嘞，好嘞！见面会，粉丝见面会，见面会早点来，拜托！现在线上总共有255个人在看，259哦，没关系，就是之后会有更多人加入，那大家就可以一起跟我们聊剧情的内容啊，或者是当天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我觉得。古宅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嗯、因为我看我们订阅系统、嗯、大家在上面会讲说、欸、天气变冷了要穿衣服哦对啊嗯
暖到不行哎，你们真的很棒，我很喜欢这样子。那大家就是你可以在上面跟我们分享事情，然后开心的、不开心的，大家可以互相的帮彼此温暖，互相取暖。最终回见吧。最终回见，太快了吧？赶火车哦！太想见到本人了。他想要一次全聚上是不是。慢慢来啊，慢慢来。我们中间还有很多活动哎，我们还有圣诞节。对啊，大家知道圣诞节还有跨年哎，那个是绝对领域，他们播完了啦。啊，绝对赛，对不起。我讲出来了，我讲出来了，绝对占领了，绝对占领，绝对降，绝对降，绝对降临，绝对占领完结篇了。我们下个礼拜才播，拍谁？最终回来很久。我花钱帮我一次播完，冷静，请冷静，请冷静。对，最终回要明年了，没错没错。好喜欢哦，跟大家这样聊天好快乐哦。好的，我们差不多来读一看一下大家聊天的东西，我们的直播差不多就要进入尾声咯。第五步绝对圣诞节，对啊，大家我们应该会一起过圣诞节，有机会的话。有啦，哎，什么东西有？圣诞节。有啊，在上面他刚刚有一个人讲圣诞节。嗯 ，Vivian， 戒指是周边吗？当然是喽。我还在眼神确认，你就讲出来了。哦，好，不能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东西可不可以讲出来。啊、没有啦，来不及了，我怎么？没有，我刚刚说当然是圣诞节要送给你的礼物啊，这个是准备礼物要给你的。我笑死，放弃。我刚刚还在用眼神投射说要讲吗？然后绝对是。对啦，一定不只是这一个。对对对对对，大家看到，哎，大家有发现我们的戒指有小巧思吗？哎，可爱了。突然瞬间变带货的，哎，我来再再这个这个这个这一个来，大家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王梅，只要哦这样，跟他一样，哎，这样这样，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这两个太动，戒指会卖不掉，戒指还卖不掉，你要这样子，哦，这个要起来一点点，对对对，哦，才会。我好懂哦，股东好懂，要截图赶快截哦。我把奶奶叫他挡在后面，那怎么挡？好了，你不是不用挡，不用挡，真的。就这样，就这样。这个戒指大家有发现？有人说知更鸟，不是，它是我们这一档很重要的一个 key animal。key animal， 没错，青鸟是青鸟。可爱，大家有发现是小是青鸟吗？我们可以近一点让大家看一下。在哪里？对，对到焦。我不知道是这样吗？有吗？可是没有焦，没有焦，焦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太近了？是这样子，完蛋，我们没办法直播带货了。为什么这样？反正就是一个很可爱的青鸟的戒指，大家买了就会。说是打结的戒指，嗯，刚才有人说是一块牛肉吗？牛肉，牛肉，牛肉，那个全全是面条。没错，青鸟代表幸福，太糊了，对不起哦，对不起大家。常拍不出来它的美，没关系，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脸旁。大家自己截图的。他说：“你直播带过去学去去请杨玉轩教你一下。”杨玉轩很，他会说什么青蛙刷起来。真的有看直播？我有看直播，你看我刷起来有没有？哎，有一只鸟。哎，对啊，大家快点，现在刷那个一只鸟的emoji。
bird emoji， 你要哎，哦，古今要示范，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哪里有鸟，那是大便。后面找动物，这是人。后面在后面，哎，后面这里吗？对，然后我要这个是哦，还有全套的是不是？哎，有，发现了。我要发现镜子会不会很酷？其实粉丝大家都有在看，其实很像哎，对啊，同一个色系哎，同一个色系哎，他今天有出现，没错，大家今天在首映有看到他吗？很可爱，有够胖，有人刷乌鸦，哈哈哈哈，乌鸦那个叫什么？鹦鹉，请刷青鸟，请刷青，对，不是鹦鹉，是青鸟，他们想要配对了，哦。什么艺术？鹦鹉配青鸟。鹦鹉配青鸟，身为青鸟的我不懂，不能接受。你是鹦鹉吗？很可爱，很可爱啊！这是戏里面，啊，不能再讲太多了。就是我们的。不，吉祥物，剧透王，吉祥物。不，甚至你要剧透，我就不。好，把鸟还我。哇。拍啊，飞走了。没有没有，你们要跟着鸟一起拍照。啊，跟鸟一起拍照。对，就是股东这个要求有点怪。我们要干嘛？你们可以手把捧着。捧着。然后两只手一起捧在一起，然后脸靠脸，还有幸福洋溢的样子。定格。这只鸟看起来好笨哦。啊，遮住了。好可爱哟。欢迎收。因为你们看起来不好。行销姐姐刚刚说我们两个看起来不聪明，说什么鬼话？可爱。怎么出现一只火鸡？火鸡？那叫火鸡。哦，这个什么？乌鸦吧。哦，你们是一起两鸡一起。对，老板是巨头。鸟好胖，干嘛一直说鸟胖？就是幸福很可爱，很可爱哇！名字很可爱，他超可爱的。玄宇是右脸派的吗？啊，这个是我不知道你们在镜头里面看到我，这是左脸，这是左脸。那古老板有哪一个脸吗？他没有啊，他无死角，无死角啊，无死角，无死角。我也可以右脸啊，现在就在找这样，谁呀？幸福肥青鸟是周边吗？先看股东，不知道，敬请期待，下集待续，下集待续哦。怎么就是呆傻的感觉？好的，我们收到差不多的讯号了，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对啊，无死角受不了。哎，右脸哎，没有啦，应该是因为镜像的关系。其实我等下这边写左好了，这边是左脸。哦，对，这是左脸。好，那我们就跟大家 say bye bye 咯。谢谢大家今天来首映现场的朋友们。那其实如果真的没有空来的话。你们在网络上看直播，或者是下礼拜证据我们支持的话，这种都很开心。我想问行销姐姐们，就是我们今天的首映有会有对会有画面放在让大家看吗？有 YouTube 的 BBL 的 YouTube 已经有，对，它会有幕后花絮吗？幕后花絮，今天的努力中。给我们一点鼓励，给我们对，拜托大家给我们的行销小组们一点鼓励，他们真的很辛苦，就是我们还可以一档换一档，可是他们是从七月七号陪大家到现在，真的有回放，嗯，小乐来了，嗨小乐，我们要结束了，所以会来高雄吗？不知道，鼓励一下，好了，我们最后就用爱的鼓励收尾，好不好？我们 <Okay. S 1> 我们就一个爱的鼓励，然后收尾哦。好，你们也要一起，你们要一起，一起来，一起哦，五六七八，鼓励。
大家拜拜。棒叉叉，真的很刺耶。